累死我了。可下给孩子作业写完了，哎呦我天，给我累回来。你这在干嘛啊？跟你说话连反应都不反应。听歌啊。听什么歌啊？听这歌。我看。你看。我看看你看啥呢？拿来，还怕看呢？哎呦我！哎呦我的妈！你在干什么？我靠！我在看《君子试量》。啊！你这太过分了啊！啊！雪糕湿着，二郎腿翘着，小哥哼着，看着这身材火辣的美女啊！啊！完了，你搁这块儿，哎呀，逍遥的。我在这写作业，把我弄完写作业，把我气成气的嗓子都冒烟了。你在这块逍遥自在的。我也出水深火热。你怎么出水深火热的？是雪糕讲的。哎呀，容易吗？干啥？啥意思？你在这儿啊？啊？什么啥意思？我那天因为你看美女，我啪一巴掌，你忘了是不是？你不长记性啊？没记性吗？你长不长记性啊？我记看不记打。记看不记打呗。嗯嗯、啊？嗯。记看不记打呗。你在啥呀？你不记看不记打吗？不要动手好吗？啊？你不记看不记打吗？你看你姐和美女啊，哪像你一样呀、啊？李儿美女怎么了？怎么了？多温柔，哪像你？啊，你看一眼就知道她温柔了？啊 啊, 啊，看一眼就知道了。那你去找啊，你去找啊。我那天打完你一巴掌，你连记性都不长记性，还雪糕，拿拿拿，来、啊、来。拿来来，我你不用吃雪糕降温，我给你降温，来拿来。哎哎，不用。来，哎呀，来，哎呦我不行，皮子姐，我给你抽抽，松松，松松。你恶不恶心？你恶不恶心？啊啊！你吃吧，你吃吧。嗯，你吃吧。拿去喂狗去，我拿给狗吃去，拿来。啊啊啊！啊你是不是不长记性啊？哎呀，说怕了呢，怎么了？你看他干什么？你看他怎么了？你看他那多块肉啊，那长块肉啊，啊？你看他能咬咬一点。雪糕吃完了？吃完了。有没有给你松松皮子呀？皮不紧吗？不紧，有点痒，给你松松。那叫吃脑。这电话怎么放着啥意思啊？意思再接着看呗啊。啊啊，不看了。你还看不看了？今天不看了。那明天看呗，意思啊。好事说，今天看一个，明天看两个，后天看三个，大后天看四个。我看来这得拿棍儿给你松松皮子呀。啊，来来你看吧。刚才看你不听你。那给你哎看哇哦啊还看是不是没记性是不是哇哦、啊、你看吧你自己看你在这不看我走你看哇哦看看看好养眼啊哇哦我去哎呦我咋听死我我无法屈服，哎呀！看不看了？哎呀妈！看不看了？看不看了？不看了。看不看了？不看了。错没错？看美女没有错误。哎呦！慢点啊！看不看了？不看，不看，不看。看不看了？不看。看不看了？不看。我再不看，我看你。我看了是不是、啊？不看。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我告诉你，看还是不看了？不看了。睡觉。我练你以后也不看了。盖着被，睡着觉。盖着被睡觉。我练你，我都不看。你是不是我得拿起你的抽一顿好像？给睡觉。